你想动手打谁呀、啊、你？李湘，我是他最好的朋友。恩石与李湘在困苦环境中建立了友谊，请你们绝对不要跟他们合体，直到我跟您联络为止。听说你女儿要被拘留了，你怎么会知道？因为把你女儿弄成这样的人，就是我。你不是有那个男人吗？你去拜托他，请他把我们依琳放出来。照我说的去做。你这个疯子！我就加10亿给你。10月17日晚间9点，未来戏剧台，加油，黄金福。